高吧，180吧，应该最哦，你一定要，因为我刚刚看到我已经是173。对啊。
超级爱，然后你们个性超合，然后可是他一五五。对对，把那个键弄破这样子。哎呦，来哟、哦！哎呦，他好喜欢。哎呦，请问你是从小看餐厅秀长大吗？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我就会忍不住一直做笑，就他在讲话，你就说哎呦，对我就是看。原来是讲他叫我们蔡总统叫英文，英文，还有一个
动通关不过，人工通道互换护照。啊，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超荒谬，因为我跟豆芽我们要就是去过海关要回来了，要从日本回来，然后因为我们是蹭完之后，他就把护照还我们，所以我拿了两本之后，我就一本就直接给豆芽，然后我们就进去，开始那边都没有人，所以他就叫我们走那个自动通关，然后我就扫描一次没有过，他就说是看走另外一条，然后我走另外一条也没有过，他就说那不然你去走那个人工的。然后走人工之后，他就把这样拿起来，然后就看很久，然后还皱眉头。那我就想说怎样，就是虽然那个照片是很久以前的照片，可是我想说应该也没有差很多，就是还是认得出来，认得出来啊，都是对，都还是我这样。他后来看很久之后，他还是让我过去。然后直到我过去之后呢，然后我去免税店买东西，然后把护照一打开，我拿了豆芽的。我觉得你太可爱了，我最可爱了，我最菜了，他就很难
得不三八，因为只要有人夸他，你害羞。对，我的个性很奇怪，就是人家只要就是开玩笑跟我讲，我会觉得我会很有自信。但是当你认真跟我说的时候，我会觉得，看，你这个奇怪，你好可爱，怎么好恐怖啊？哎，那个做爱好可爱哦。荣华富贵，我们来了。今天认真认真的来欢迎一下尹乐，好欢迎林尹乐，耶！林香团的，林香团的，他是香香的代表的团长在这里。不对了，按照那个惯例啦，我们要念一个维基百科。对，那你手机拿来啊。我有想念宝宝帮我准备。好恶心哦，小妹宝宝，好可爱。我想要翻新蛋蛋。林尹乐，1996年12月31号，天马打 Ten Girls 成员，2021年入队，同时是一名游泳教练。哎，看不出来呢。然后全明星运动会第3季的参赛者，由于体育系游泳的强项，被影像测试表现优异，并打破女子50游泳纪录，获选为女状元。好的，你的绰号呢有很多，有娜仔、Nina、桑娜。我什么时候桑娜？他取的哎，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他原本叫 Nina 嘛，然后他去年的时候就说，哎，我要不要改名字？然后我们就说好，你想要改什么名字？然后我就说，那你不然叫桑娜好了啊，因为桑娜就是感觉人家哦，桑娜桑娜就是活力桑娜桑娜这样子会很有记忆点。对，他就帮我取了这个，然后他还好没有叫哎，没有你要叫啊，桑娜，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松哎。他的作品没请作品。他的其实哎，你有写真哦，《为你呐喊》明年的2023的球团一起出发现了哇，你的那个其实也蛮多哎，综艺节目就是上片各大节目啦，对啊，然后他是从那个全明星运动会开始爆红起来，哎，你看不出来是游泳教练哎，真的吗？他真的看不出来，因为通常练运动啊，身体都会有一些很壮硕的线条，但是他是很刚好的，对，很刚好，很像不是特别哦，有哎。哎，你真的是有肌肉哎，对啊，真的哎，很壮。我想看有没有胸肌。我穿拉拉服超壮超快。想看胸肌。可是你体脂是低的啊，因为他十几了，他很瘦啊，十几不可能，女生有胸部哎。那因为是胸肌啊。因为尹乐现在很可爱，她现在就是还是那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Oh, 对，他要再过3、4、5、6年，他就会直接大解放。我以为说，哦，就会大解放，说不定他现在开始其实已经有一点，我想要，但是你们可以帮我，可以帮我吗？我没有，帮我吗？帮我一下，帮我一下，没有，可不可以？能当进去？你唱完了？你想要听完整版？他教我的，唱完了？怎么会？因为每次去云溪家，他都是会唱一些很奇怪，他都放这首歌在家里一直放一直放，可以吧，小念？可以啊，超有创意的，没想到今天讲什么都不对，哎，对啊，好奇怪呢，怎么会这样子的？小妹，小妹，又要说又要说，来来来，太没了啦！等下被我喷完，哎，这个你很厉害，哎，这什么东西啊？对啊，这到底什么东西啊？你跳那么远，我就喷你，那你哈，原来是我，怎么样？对我们主持人尊敬，可是他喜欢被射，哎。没有哎，那你要射，那你射我，你射我，射我，哎，哎，射成了，哦，对，射他，哎，是很好玩，射到他太阳穴，哎，你射一下制作人，他跟男生一样幼稚，好不好？喜欢拿那种东西来射，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男生不 OK， 就是这样乱射。哎，你交过男朋友的话是有怎样不 OK 的？讲5个不 OK 的行为，劈腿，那除了劈腿以外，可能卫生习惯有没有？吸烟，哦，吸烟最好不要抽烟啊，喝酒可以吗？小喝可以，小酌可以。小酌，那他对你很凶，不行；打你，不行。怎么可能可以？有些人喜欢，有些妹子，你打我，射我，射我，射，射。对不起。那外表呢？外表长得高，长得矮，身材。好，像我来好，我来讲好了，就是我绝对不能接受头发太少的。真的，就是发线很高。对啊，所以我们没有在一起啊。哎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正题了。正题了，请问当初为什么会来加入啦啦队呢？因为我当初其实知道有这个啦啦队，顺便会你，她是我的学姐，体育系的学姐，然后就觉得哇，她每一个影片都好漂亮。然后呢，我其实也很喜欢表演，对，是为了漂亮才进来的。因为每一个影片都很漂亮嘛。那你跟她熟吗？不是，他这个超
超忙，他是很少出现在学校，他比较安静一点。对，他真的很少出现在学校。啊，你比较活泼一点，强。我是进啦啦队才活泼。对，他进啦啦队第一年好像还好，第二年发现他好强哦、喔，因为他学他，就是他被他。我跟你讲，每一个人进来只要说到强那件事，每一个人都说学我。但是也是近期，你们最近才比较熟的，对，完全对，去日本之后才有比较有。感觉那种革命情感，哎，互爆料一个好了啦，怎样？互爆料一个，有什么就是私底下的那个什么什么一些奇怪的行为啊，还是什么？我跟你讲，他的这个行为不奇怪，但是他不应该再继续做下去。就是他正餐的时候不吃正餐，他给我吃零食，永远算。你还敢讲别人？也是，我哪有？我很少吃零食吧？你超爱吃零食，而且你都是全糖，你就说我喝饮料，我要喝全糖。全糖然后每次练舞的时候说啊，这个有奶茶，但是哎，为什么都不会胖啊？因为正餐都乱吃啊，就是他会变胖，是不是？他完全没胖，他因为他有在运动。哦，对啊，我平常有在对慢跑什么的。你平常也会慢跑？对啊，居维嘉，请问为什么饮乐搭的都不是比基尼，几乎都是竞技泳装？哦，我就会游泳啊，游泳穿这个不太好游。因为穿这个主要是漂亮，如果游就像刚刚一样，我们不小心唰解开的话，那他不可能再游回去拿、啊， oh. 因为他在比赛的状态啊。但是一整条就不会，因为至少我现在访问他，他才是主持人，你讲那么多干什么？所以呢，你比较喜欢穿竞技泳装还是说比基尼？竞技泳装吧，比较舒服。对对对，比较舒服，我比较习惯，因为常常是穿竞技泳装出，因为穿竞技泳装很美。因为他身体线条很漂亮，真的，他那个肌肉很好，屁股是屁股，腰是腰。我本来以为他今天会穿死裤水的。我原本要穿，我想说为什么不穿？他完全穿这个奇怪。还是我直接 P 用 P 的。好，可以用 P 的，用 P 的。好，下一题。你们一见钟情型还是日久生情型？日久生情。哦，素哦。哎，可是我不能跟日久生情的人在一起，我觉得太熟，太熟。嗯。对啊，可是日久生情才知道他的个性啊。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很高。高300公分，单眼皮，哦，难得穿单眼皮耶！徐茂俊呢？为什么 Q 他？徐茂俊不是单眼皮吗？是哦，然后他也很高。对啊，没有很高。啊，真的吗？不能180吧？还是你真的要200公分？没有，大概180-183之间。183可能。那有没有那个艺人或者是 YouTube 可以举例一下？那个李敏镐啊。不行，李敏镐是我的。而且他不好意思，你说180-183，他186，他就是我的。哈，那我要改台湾的，我要改186，台湾的，然后单眼皮改双眼皮，台湾的，台湾有谁啊？陈势安，哦，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你喜欢陈势安类型的？嗯，为什么？他是斯文型吗？还是就是他的才华型？对，你喜欢才唱歌超帅。那如果他很会做饭？请问加入乐天之后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哦，我觉得我的人生变彩色。怎么说？你原本是黑白的。对啊，我们要加乐天是要当体育老师，国小体育老师。那就每天都是一模一样，朝九晚五啊。对。可是也不错啊，一个稳定的工作哎。对，然后薪水就那样。那你会遇到很多小鲜肉？没有，没关系啊，你去了之后有啊。对啊，大家英文。他现在有很多啊，徐茂俊啊。啊？全民健运动会最喜欢哪一个？陈势安啊。那第二个嘞？第二个，哪一个是你的菜？直接略过，不要再装。好啦，外表徐茂俊。那为什么没有想说要在一起嘞？他很花哎。哈哈哈哈哈！我要回家了。没有，看起来很花。哦，他只是到了，长得没安全，没安全感，就是太好看。对，出门会担心，好，我顶多只能帮到这样。有人会说你之后会出写真吗？因为大家期待。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有点难，因为我自己也是很难，到现在都没办法。我跟你讲，我也是，因为我以前也是超级保守。比如说，你可以出运动风格的写真，对，你可以考虑壮壮那样子，阳光一点的那种。好，有机会的话，而且是不阳光的，新三色的，来，李诞，啊，可能是我。好了，所以之后有机会了，有机会。那请问你不是有运动伤害吗？那你都怎么恢复原本的身体状态呢？其实旧伤都好的差不多了，然后以前如果在练习的时候有受伤，还是要继续练习，因为要比赛，你一休息就跟不上人家，所以就是忍痛练习。而且全明星那时候是一到日都练，对，你到底怎么撑过来的？来，感觉有故事。那真的好累哦，你讲一下，大家都是有点疲劳到受伤。原本没有受伤嘛，然后那个疲劳累积，然后呢，可能人家他的膝盖就开始出状况了，然后手啊什么赤萝卜都有。哎，我想问一下尹乐，交过几个男朋友？两个。两个哦。那你初恋是什么时候？第一个是什么时候？
高中，好早哦。他在一起多久？一个礼拜。真的一个礼拜有算吗？这算吗？这纯纯的爱吗？这样不算。那初夜是什么时候？是第二任哎、欸，大第二任哦，大学的时候。对啊，在一起多久？4年，很久哎、欸。哇，算很偏久那边啊？那为什么分手？对啊，因为进来这个工作。所以你进来乐天的时候，对，就分了。其实不在这个领域的男生比较难接受，像我们什么直播啊，然后跟粉丝互动这种，好像是，好像也可以理解。对啊，所以要当我们男朋友真的很辛苦哎、欸，真的呢。对，因为我们常常会跟一些就是男粉丝互动。我以为你，吓死我！这样说我没有哦。对对，会，因为直播本来就需要互动，对，直播要互动啊，那球迷也要跟他打招呼。有些我给他看，有些不喜欢我们在那种镜头面前挤眉弄眼的，对对对，比爱心什么的，对啊，你干嘛比爱心？嗯，为什么不对我比爱心？对，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你男朋友。好啦，还是要找到就是各自舒服的方式啊。对，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尹乐来我们节目。对，尹乐有什么要宣传的来？这是我的 IG， 这是我的粉专，大家记得追踪一下尹乐的 IG， 追踪起来，还有西瓜的 IG， 还有蛋蛋的 IG。我现在是让别人软肿，比你还要资深的学姐或者是学妹，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印象深刻是指你有没有曾经讨厌过哪一个？我们再来欢迎林小璐。哎，你还在过圣诞节哦？你也是。但是有很多璐就是要用配合那个璐啊，对不对？圣诞节在干嘛？圣诞节在我跟粉丝一起过，不是跟男朋友。我也想。小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什么？就是你跟林淡感情好吗？还，哦，应该，啊，对，我们懂了，我们懂了。很好，我跟你讲，因为他其实平常哦，他也很少出门，他就是宅。我发问问题，大概有五个人就说，请问为什么林小璐这么难找？好，我先来念一下林小璐的维基百科。林小璐，英文林小璐。你在乱念啊？艺名林小璐或楚之嫣，台湾女艺人，现任 Lakuten Girl 副队长，前 Forever 成员 Fever， F E V E R Fever， 昵称小璐林思娇女神，笑脸甜心，楚之嫣刮胡歌唱作品使用。哦，对，因为我之前有出过单曲叫做《女皇作风》，然后那时候的名字是用楚之嫣来代表这样，但是平常我比如说像在球团，我还是用林小璐。就是没有特别规定说一定要叫我什么。小璐是阿美族哎，对，他阿美族。我跟你讲，你猜是他几岁？都25、26吧。是不是童颜？对啊，感觉但他比你年轻一点。1987 ，shock 到哎。33。哎，看不出来哎，你怎么保养的？就是跟小妹妹混在一起。吸取他们的精气。乐天女孩是不是都蛮会保养的？真的。对对，慕言，而且加入的人都会变漂亮哎。对啊，怎么会这样？是不是集体一个医生？就是。我看到几个维基百科，我觉得蛮有趣的。好，你念一读。首先参考资料，2019年台湾写真女星排行榜只输给鸡排妹，因为就只有他们两个在比赛而已。没有啦，哎，她真的很强，她卖超好的。我忘记几刷嘞，哎，是三刷吗？反正但是我记得一开始那个特装版的时候，因为我很紧张，怕没卖好，然后我自己也跟着抢，然后结果我没有抢到，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圆梦，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一直想要停留在那里。可以问个问题吗？就是小璐，为什么你叫小璐？维基百科有写，它上面写说小璐这个名字是因为大学时代对很容易心动，所以那个小璐乱撞没有啦，是说大学的时候常常东撞西撞，所以大家都叫你小璐乱撞。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很常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很常乱撞，然后大家也是啊，我现在是让别人乱撞。我跟你讲，他超屌的，他超会屌，就是他会有一个魔力，全部人会被他吸引。那我认真讲，小璐是我看目前这么多乐天女孩，我觉得她算最耐看的。最耐看，最不耐看，最不耐看就林淡哦，因为我跟他上过太多次旅馆了。他是我上过最多旅馆，我也觉得好腻哦。请问加入拉队多久？18年，跟你一样，我们同届，对，我们第二代，我们第二代，然后原本有十几个，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会不会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你知道什么吗？因为我们嫁不出去。不是，如果不加入拉队的话，你觉得你之后想要做什么？就可能开一间
很多猫咪的店吧。哦，他之前有跟我讲过，因为他很喜欢猫咪，然后他家有养猫咪，所以他想要开一个就是有宠物的咖啡厅啊，可以帮助一些流浪动物，让大家可以来领养那种。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个会大爆满，我觉得你可以开在台北或桃园都可以，还是在你店旁边，还是我们一起开？哦，因为我很想要开一些早午餐之类的，刚好可以。好，我问你哦，加入啦啦队有没有觉得哪一位比你还要资深的学姐或者是学妹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啊，印象深刻是指你有没有曾经讨厌过哪一个？哦，不是啦，我进过，我刚进，没有，我跟你讲会逼会逼掉，好，因为其他人来讲也都逼掉。哦，真的哦，为什么不放出来呢？曾经我也讨厌，我刚刚这边有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小鹿对蛋的印象是怎么样？大学姐的你们感觉很少互动，可能有心结。哇哇，被发现了？没有啦，他就是小屁孩啊。这几年我长大了。哎，那有一个人更劲爆，以前你跟小鹿很好，为什么后来没有联络了？我觉得小鹿在我心里就是很重要。然后啊，不要啦，不要讲啦，我真的会哭。就是中间有一些太多事情，我们也是有讲过，然后讲出来。对，因为我们以前都会一起就是出国啊，然后而且这样就是每次都聊出几年前，然后我们在哪，然后我们还一起拍就是圣诞节，然后什么的，还一起去烤肉。对，然后还就是帮那个就是他爸爸庆生啊，然后还有家我们家人一起出去。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有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再邀我就好了，在一起出去那么难约，他很难约，他真的很难约。为什么？你怎么了？但我现在在这里，很感动。不行啊，我就会哭啦。我只是就是有把你放心里，我也有。然后，只是觉得就曾经那些动态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然后那些动态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以前感情很好，对不对？我们都互相看过对方裸体。对，是因为一个契机点，所以你们后来感情就是比较少联络，也不是不好，就是稍微少联络。你比较少跟他联络，还是他比较少跟你联络？他在退群组哎。哦。你是谁？他在退群组，然后我想说，怎么回事？就是我可能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要。對，你看他。等一下，那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小鹿对你来讲重要吗？你超重要。我希望你不要再消失了。你约我就会。我希望你不要再悲观。不是，我都有跟你们讲说，如果你们需要我，我都还是会在。请问在玉林哥的节目上曾经说过当过小三是真的吗？方便说明什么事吗？跟我说。有当过小三，有啊，就是不小心的，我不知道。那你后来怎么发现？我怎么发现哦？就是看手机吧。他是很傻傻的啊，别人都会觉得你很好骗。我都会跟那个我的粉丝说，我会是一个很糟糕的女朋友。真假的？但是会是一个好的老婆。摩羯座都是好适合当老婆。小鹿最喜欢的男生类型是什么？你会介意跨国恋爱吗？不会，因为我不是很黏的人，但是我可能会飞去找他吧。到底要怎么样做能够得到你的芳心？我觉得就是要很主动啦，很明确的表示。那如果这个人你也喜欢，你会主动追求吗？我以前会，我现在就是对很被动。我现在认识异性的机会很少，因为你就不出门啊。我跟你讲，我身边蛮多单身的。我要介绍是吗？我先讲一下，火星天蝎可以配什么？火星狮子、火星母羊、火星射手。但是我射手会比较有缺点，就是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那方面要快是不是？可是他去很多次啊，他如果快很多次，你可以吧？哎，这个刚好有个问题，我想问他。他超屌，这个我一定要念出来。是人家问的吗？还是你粉丝问的？对，我一定要先讲这个人是谁问的。他是 FRRRRANK-1 1.1 重咸或者清淡，两者皆喜欢，他都可以耶。动如脱兔，静如处子。Oh my god！ 你听得懂刚刚那句话意思吗？懂啊。就是动静皆宜。如果今天就是有一个你最想要见到的人，你会想要见谁？我很想见我妈。你今天要哭几次啦？不是，因为他前阵子就是对，我不再是快乐。而且态度是大转变，你是分裂人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老板也有。都是有脚。我跟你讲，蛋的蛋糕有个魔力，就你学会实现，所以你不要官方，你官方的话就没了。希望赶快财富自由。第二个，希望有一天真的会开一间妈咪的店。好，没问题。第三个，许在心里。好。宣传吗？请 follow 我的 IG 跟粉丝团。那你说你的 IG？ 我 IG